风台季节将要来到，伫河尾第二纳骨塔后壁，有河尾顶公所种的乌棒树。感觉真理长讲，三十几丛乌棒树完全拢无枝叶，真侪拢已经死去。惊风台来的时阵，乌棒树被吹倒伫路中，危害着用路人。希望河尾顶公所会当协助处理。感觉真理长有村民反讲，顶面即几丛乌棒树有诶拢已经死去，而且风台季将要来到。这乌棒树绝对是会登去，若是倒伫咧电火条啊面顶，或者是道路中央，一定会危害到用路人的安全。我是惊讲，若风台期到的时候，咱这树啊，佫差不多大约两楼高，你讲绝对凹落来，风台绝对会吹落来，啊，吹落来这个电线佫离这个足近的，期到吼造成迄个车辆人员啊，这个佫用电的这个危险性。河尾顶公所建设科长林立祥讲，公所将会怎样将树枝锯卡底，将死去树木刷走。遗址的黑板树呢，会暂存在第二林安堂的暂存区。那后续如果整个成长良好呢，会找地方来移植。那镇长在接获这一个问题的时候，已经有责请建设科呢，赶快去加紧现场的一个树木的固定的工作。那后续呢，我们会加强巡查，那随时注意这个安全。建设科长有个标示。这些乌板树是为地位公园刷过来的，公所要造成居民的危险，会尽速处理。新中华新闻黄俊怀何必常报道。